我们这一次探索这高楼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拿下啊！因为我有很多想要的东西都在宝箱里面，先把刷过笼拆掉。然后这个小将的话，他好像没有看到我，来直接爆头。现在这栋楼所有的刷过笼都已经被我拆掉了，但是箱子还是打不开，这栋楼还是不够安全。我看了一下这个手册啊，它好像是需要杀5到10只怪物，它才会安全。但我已经杀了很多只了呀！哎，没子弹了！哎，别，蜘蛛网！哎，大哥，别别别！哎，好，还好还好，这边怪物确实有点多啊。这蜘蛛的血量比我都高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座楼好像安全多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又可以开宝箱了。先把这个蜘蛛解决一下。哇，这霰弹枪是真的垃圾。哦，蜘蛛居然掉了一个钻石胸甲，兄弟们，这你敢信？哦，还有个女巫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箱子，能不能给我个战利品袋？又是铁钉，又是龙息，又是垃圾，我想要战利品袋呀，或者给我一个能量核心也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地下室的箱子啊。哦，这边有好东西啊，绿宝石，还有一些试管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我感觉是好东西啊，因为感觉特别稀有。看一下，排斥什么反应剂这个东西啊，我知道，应该是我们改造身体之后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效果，然后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把负面的效果给它清除。哎，不错的。然后再看一下这边啊。哦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感觉这个箱子里边特别穷呀？我清理一座楼的话，需要用到2组到3组的子弹，但这些东西的话，我的子弹都回不来，我感觉每一次探索高楼都是亏的。这边还有一些黄金，还有马凯安，这个世界里边都没有马，要这马凯和安有什么用？拿下吧，把金币拿下。我们怎么下去？要不然直接跳下去吧。但跳下去的话，我们的如果死的话，我们的所有效果、夜视什么的、透视都没有了。但是我相信我自己，来试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来落地水。哦，我操啊！难受呀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要作死呀？完了完了，我什么效果都没有了，这就是作死的下场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我们的眼睛应该已经成为了人类的眼睛。哦，果然，兄弟们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在我们有这个蓝图啊，还可以做。那下边我们就做一下啊，这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了。我感觉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家附近的高楼里边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如果想要好东西，必须要走得很远很远。要走很远探索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一辆交通工具。所以这一期呢，我准备来打造一辆车。我们需要做一个汽车的工作台，但又需要用到这个控制核心。但这个控制核心的话，好像需要5000块钱吧？啊，看一下啊，兄弟们。果然，兄弟们，需要5000块钱，我们现在只有3200，买不起啊！看一下我们家里边还有什么矿物吧，如果有矿的话，我卖一些。哎，还有14颗钻石，那可以啊，我们留2颗，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卖了。卖了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够5000的，试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来直接卖了，5600啊，刚好啊，那就买一个控制核心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做这个汽车工作台。但是这东西需要灰色羊毛和红色羊毛，这去哪里找呀？这个世界里边全部都是雪地，没有植物。红色染料的话需要用到这个虞美人什么的。哎，这有点烦呀，兄弟们。城里边有很多的建筑，好像是有这个混凝土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哦，上面好多怪，解决一下。哎，你还敢堵我的门，好大的狗胆。哦，外边的怪有点多啊，兄弟们，而且他们的感应能力好像是变强了，之前的话是不会堵我们的，所以我们的庇护所也需要马上建了。这个东西是淡灰色的混凝土吗？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挖2看一下啊，赶紧跑，不要和他们打。哦，青色陶瓦啊，不是，兄弟们，那怎么办？淡灰色的羊毛还有红色的羊毛，这去哪儿找呀？冰天雪地的，让我去找红玫瑰，这有点难为我了呀。这应该也是青色陶瓦，哦，没有错。哎，那个村庄里边是不是有这个植物呀？我们去看一下啊，我们直接传送过去。哦，来了，哎，有羊毛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呜，你们打我干什么？不是大哥，我怎么惹你了？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之前我来，等等，之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是特别友善的，但今天要打我，你们有点过分了。哎哎哎哎，喂，别大哥，我不想打你啊。哦，出来了，还好。哎，你还追我，你有点过分了，兄弟。不是你俩没完了，来，让你追，别跑，打了我就想跑。好，解决，然后把这个再解决一下，别跑。哦，他已经逃之夭夭了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去拿些羊毛，然后就回家。这边有这个淡灰色的羊毛，但是好像没有红色羊毛呀。先把这个拿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估计这外边应该，哎，有红色的这个玫瑰，我们可以拿下。啊，又追过来了，烦死了。我们先跑啊，没必要和他们打，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士兵，和他们打的话，把他们全部杀掉也不好，因为这个村落以后我们可能要经常来。哦，3格他还能打到我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在外边采一些小红花，我们回去做汽车工作台。